各位好，我又来到三星星星。那今天想试他别的口味的拉面。今天我点了柚子盐味拉面，我来让你看什么是柚子盐味拉面。它看起来跟一般的拉面没什么两样，是海苔多了三片，因为我自己多点了。汤比较清淡一些，有一点点柚子味道，但是没有很厚。吃完了这个面，其实吃起来算好吃的，但是有点可惜的是分量不足，配料也不足。那我还特别加了面，但是还是不足。那基本上是好吃的，那我觉得喜欢的人可以来试试看。好，好了，那我们就干杯，拜拜。下回见。